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今年是头一摆推出母语琼浩沙滩，经费举办的新高发表会，在全港中听得土著年纪长八岁的农民工的师傅，真的细细吃汤，表彰的故事是系对台北市客委会出版界九千字的土法术改编来改，亲自琼浩展现好客委会的新高。了了小学，当地人写个大班做各种动物，老虎、沙狗还有鹅，做九千版什么个主角？不了了动物，面上一家最好个客家美食，透过剧场表演，爱亲子向下来学讲客。因为爱小学冇学过客位，俺爱就想讲，土小学来从下来学，啊，一边玩一边学，啊，俺因还就兴趣啦。水板啊，天板，还有九千板，还有泡菜，还有很多东西。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头一摆办母语琼浩法团，邀请自然艺人剧团指导，为家长、老师囡仔琼下来学。除了表演内容是地土法术红的故事改编来改，包含了戏剧、陶器，了了全部是家长、老师囡仔琼下翻新改。当多的台音其实唔晓讲下话，礼拜四个妈妈、老阿婆、老细汉囡琼下来唱跳开始。完全唔会讲下话，是慢慢来学。礼拜四将个绘本是本台音来念台词，细汉囡做个动物，还有做个演讲啊，做道曲，琼下来做。虽然是有短短个六节课，不过课程动词动身法。未结合嘞客家美食，未写到前途，唔系讲客家家庭强下来参加认识、老学习客家嘅语言、老文化。客家新闻每日七千二台北报道。